陆子明连环杀人案罪名成立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前释放。二十年前的东岛灵工终于落网，一个警察你得对得起这身警服。陆队，把文件给我。都在里面了，之前所有的照片都洗出来了，全部都在。对，受害人朵拉的相关资料以及现场搜到的线索全在这儿了。陆队已经在里边审了大半天了，包玉那小子死活都不着。陆队，已经23个小时了。
拉在你家里待了一个礼拜，你做了什么？没待一个礼拜，他就来找我纹身啊，只待两天就走了，碰都不让我碰了，不赶紧让他滚蛋，那怎样？没了。哪位？飞机肯定赶不上了，叫你不要送，你非得要送。这车好像能停。你没事吧？妈的，你会不会？待十五分钟之后，然后让他开瓶酒就走，好吗 ？OK。哥，赶紧把丽丽叫过来。你没看我累死了？他去哪儿了？刘哥，什么事儿这么不高兴啊？哪里来的小姑娘啊？一点教养都没有。我只是搂了她的肩，她竟敢把我抛开！一个卖酒的，你往前凑什么啊？石总，哎，这么护着你的人也太不合适了吧？啊，是吧？我护的是我们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您玩就来玩嘛，别他妈把这儿当垃圾场，随便扔酒瓶子，好吧？这就奇怪了，啊，谁给了你这么大的口气？你看啊，你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但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但凡出事儿，我也知道我该跟你干什么，是吧，刘爷？咱这个厂子来玩就高高兴兴玩，出了任何事儿，我厂子可以不开了。但你议员这个位置，舍不得。哼，对不起，刘哥，给你赔个不是，担待。
开瓶酒。虎哥，表达诚意啊。哥，开心啊！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开心啊！开心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啊 ！OK OK， 好玩啊！好玩好玩，开心啊！坐坐坐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今天这个苹果汁什么味儿？怪，苹果汁没了，就这点冰红茶，还有别的。我靠！我说这么恶心了，来来，闭嘴快！哎，这桌两万，明白吗？朱经理，刚刚谢谢你。几秒钟之前不是让你滚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丽丽姐在哪儿啊？我的钱怎么办？快欠钱。是啊。她还欠我钱呢，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我也问你怎么办呢？你跟她混的？嗯。有意思啊。他把你叫过来之后没干几天，他跑了。我住他家，他几天没回来。好，闭上。迟总，那个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 ？Serene，Serene， 从今天开始，所有卖酒的女孩都归你管，明白吗？他不算，让他滚，懂吗？明白吗？谢谢你，迟总，谢谢。迟总，丽丽找到了，找到你，别让他回来。你跟他说，你钱我不要，丽丽死了。这个，有本事你查出来，拿一根树炸死他的，啊！你在干嘛？查案。查案去金马大桥，又死了个女的，30多岁。我没空。我告诉你。也是用签子扎脖子扎死的，陆队长，你确定还要在这审下去吗？再说了，有我看着呢。是丽丽。衣服脱了，啊！衣服脱了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别动！死了几天了？
减持伤害，我可是找不着的，打打电话又不通。三天了。这肯定是让人扎死的。情节都一样，你真是，人都杀两个了，也不学打劫，弄得跟系鞋带一样。哎，师哥，师哥，老高说这车咱先别进，等咱们拖回去一起检查。你去跟老高混啊。小张，在，看好的。哎，陆队。要么先别动了，咱拉回去慢慢弄。指纹查过了吗？啊，方向盘上没有，戴手套开的车，空挡溜过来的。手机钱包呢？都没有，尸体有身衣服就不错了。把这拿回去看一看，除了死者之外还有谁的指纹？叶四儿。老石呢？老石不知道哪个车里睡呢吧？吴乘客，给我拿个证物袋。哎哎哎哎，这儿呢。你干嘛呀？报警啊！谁让你报警的？把手机拿下来！干嘛干嘛？郑哥，什么情况？童哥知道这事吗？你万一要是自己人，你干嘛拿我手机？闭嘴！大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不能把丽丽扔这儿。化成殡仪馆，找一个位置。明白明白。带冷冻的那种。明白。把他照顾好。那租几天啊？我他妈哪知道？干嘛不报警？慢点啊！好。干嘛不报警啊？当心啊！你带他到哪儿去？干嘛不报警啊？我们要聊一聊。你别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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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钱，看着啊！把这钱拿着去买个手机。我知道你跟丽丽的关系好，但是我不管你们的关系有多好，今天看到的一切，你给我忘了它，否则的话，哎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哎哎，你干什么这是？丽姐死了，我是她带过来打工的，我的钱都归她管着呢。她死了，我怎么办？听好了，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不管你走多远，我的那个夜店，你不能再去了，懂吗？啊！也不看看，你能干这行吗？长这样，滚！师哥，准备睡啊？咋睡？车里面能睡着，我就不贷款买房子了。什么时候死的？晚上六点半前后死的，脖子上的伤跟上次一样。哪一下最致命？你上次就问过我这个了。对啊，
十几天了，你也没告诉我。凶手扎进去，拔出来，再扎进去，再拔出来，没有哪下是致命的。他什么时候扛不住了，那就死了。明天再帮我验一下，死者有没有中毒或者嗑药。累了就回家休息啊，花那么多钱买房子，睡车里很亏。老高，这台车放掉，不要耽误人家事。死者什么职业？什么时候来的化城？仁爱医院的护士，叫刘亚萍，一年前刚从来国移民过来，老公带着孩子上个月刚过来，车是一月份上的牌子，就留于家庭住住，还没联系上。你去通知家属吧。我去不了。他儿子才三岁，我受不住他。我让金丹仔陪你去。是个多大的案子，病案还是怎么着？反正我是要跟进的。当然病案，那么变态不会有第二个人。师哥，出现场都不跟我说一声，你知不知道我跟傻子一样在审鲍鱼？我们是到这儿才知道是拿签子扎的，而且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。妙玲要去通知受害者家属，你陪他一块儿去。哎，妙玲，为什么又是我？尸检科。物证科，要什么自己拿，其他人收队。是。师傅，这就是李立贵的，拿开。李李到底在干什么呢？他是不是在卖啊？你们有谁是跟他一块儿的？问你们话呢？就在这里边，每一单名字、电话、地址、时间，包括谁去接的单，一清二楚。怎么解释？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不要到处出去，不要随时就跟这个陌生人走了。你去过他家吗？你了解他是什么人吗？石总，不是我们非要出去，但我们也得生活啊。命重要，钱重要啊。那你死不死？你们什么时候能找到凶手啊？这事解决之前，都给我在店里踏踏实实待着，好吧？志总，通过说明天要见你。看着吧，童哥这时候找我肯定没好事。我靠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不是让你走了吗？我的钱怎么办？什么钱？我的工资啊。我来到华城之后一直住在丽丽姐家，然后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她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回家呀、啊、我给你的钱不够你买票回家吗？我家在澳门，几百块钱不够。迟总，我们来不及了，得赶紧走了，一会儿五点你还有事儿呢。你先去开车。好，给我听着啊，我不管你跟莉莉什么关系，她欠你多少钱，这关我什么事儿？你去找莉莉去。还有我这个店你别来了，咱俩没关系，就这样。你不让我在这工作我吃什么呀？你想饿死我吗？再说只有你知道莉莉姐的死，你又不让我报警，我不管，这钱你得给我一个说法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别赖着我，懂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赖我？你也看见了，人又不是我杀的，懂吗？我这儿再见你一次，我就干你一次。
我今天来是想领回多了，准备下葬的。多拉妈妈，今天可能不行。阿姨，你认不认识一个护士叫刘亚平？不认识。朵拉失踪之前有没有去过仁爱医院的妇产科？妇产科？不可能的。朵拉去妇产科干什么呢？哎，陆队，刘亚平的尸体到了。哎，阿姨他们要工作了，我们晚点再来看朵拉，好吧？辛苦。沈先生，您先控制一下您的情绪。您老婆是被千子杀死的，然后被抛尸在他的车上。我们两个今天过来就是想跟您了解点情况。您太太平常一般几点回家？5点钟下班，回到家以后也才6点钟。那昨天下午5点以后你在哪儿？在家照顾孩子，等他回来，直到11点钟才去报警。那有人给你证明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现在是在怀疑我吗？我孩子今年才3岁。我儿子才3岁哎。沈先生，你别激动，我知道你是上个月才带着儿子来南亚的。我等这个团聚的机会等了3年了，你们现在竟然说我杀掉我老婆。陆队长，你什么时候才会抓到凶手？我尽快。刚才那位姑娘，你们是在哪里找到她的？这个不能告诉。那多拉呢？多拉是在哪里找到的？你为什么一直都不告诉我？对不起，现在不能说。20年后才把凶手捕抓起来吗？麻烦您回答一下。这新的案件跟20年前的案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形式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但是我依然可以。会不会抓不到凶手？不会，一定不会。先回去吧。高科长，刘亚平的车子里面有新的发现吗？我会写在报告里的。报告拿来看一下。报告还没写呢。那我直接问你，有没有行车记录仪？没有。有没有 GPS？ 没装。除了刘亚平之外，有没有别人的血迹？除了刘亚平之外，没有其他人。什么都没有，你给我卖关子。哼，罗队，
什么都没有也是我验出来的，我验了一整天呀。这些呢？这些也没什么，除了刘亚平的指纹，就是她老公的孩子。哎，你验不出来，我验一下。金爷，师哥，嗯，验完刘亚平了？验完了。怎么样？死亡时间？昨晚6点多。六点多少？又不是电影票，我哪能说的那么具体？继续。他的致命伤啊，还是脖子，绑在椅子上下的手，凶手使用的是右手，跟朵拉一样，没有性侵痕迹。又没有性侵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两个女人互相没有联系，杀了他们又没有性侵，犯罪动机是什么？哎，反社会人格。那这样不好查。他要真这样的话，还会再作案，早晚露出马脚的。不能再死人了。朵拉是处女吗？不是啊，干嘛问这个？包宇说朵拉不让他碰，我确认一下。哦。哎，司令，副总，副总，把最近30天化成失踪人口的档案给我调出来。男的女的？女的。多大年纪？18到35岁，全都调出来。师哥，你的意思是还会有第三级社会？我希望他没有，不能再死了。是。哦。我下午去了趟交警中心，调了他们的监控录像。找着那车了。白天我跑了趟他家和医院，她老公和医院都讲不出什么。应该是连环命案，只能等凶手再次发作。但我一直有一个问题都想不通，凶手总在打系鞋带的蝴蝶结，这很业余啊，不应该是连环杀手。金马大桥几个路口的监控我全看过，只有这个拍到了那辆车，时间大概是凌晨2点24分，凶手把车挂了一档让车自己溜上去的，之后监控就再也没拍到人。太模糊了，这已经是最清楚的。看得清男女吗？男的，应该是男的。怎么这么晚？快来吃饭吧，我给你留了饭菜。妈，不吃了，好累，我先睡了。啊，阿离呀，明天带一诺回来吧，把文轩也一起叫来。妈，文轩已经结婚半年了，不要看报纸了，快睡吧。吃药吧，啊，那不吃了，吃了也睡不着。你整天不睡觉，你这样熬法怎么受得了？来，乖乖的，
把药吃了，今晚睡个好觉。吃多少颗？好了，睡吧。妈这两天腿疼，我明天就不去看她了。你帮我拿给她吧。我上一次用纸做的，肯定不耐用的，我这次用布做的。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对不起啊。别哭了，回去睡觉好吗？来，回房睡，乖。怎么又来找童哥是吧？我让你干的是什么？帮您打理几家店，打理的好不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账要做清楚啊，做漂亮。有哪几间店？夜店、咖啡厅、酒吧。让你榨啤酒吗？姑娘们自己干的，他们偷着干的，出了事就扣在我头上。所以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？咱是报警还是怎么着？用得着你吗？小声点。姑娘们还等我个交代呢。你在乎他们？不在乎，夜店要是没有他们的，不就垮了吗？你去见陈先生。什么？见陈先生？那不行啊，那不行，我要见到我就完了。童哥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就一次机会，我保证，我一定把这事给你处理好，行吗？行，那我就把情况让他知道，然后再告诉他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不见他。陆队啊，好久没来了。律师，你可真行啊！不让你当律师了，还往这儿跑，怎么了？里面有你新老板。陆警官，你放心，你就抓人就行了，放人的事儿我来。下次进来就别出去。好啊，那我们下次再看。陆子明，
园长你。别谈太久。你跟你妈还好吧？一诺都5岁了吧？有空要多去看他，不然弄到最后，好像我跟你一样。你别管那么多，慢慢在这里蹲着。我妈哪给你的？杀人案罪名成立。
手的理由试着包装我的残缺，而主动承认自己的懦弱却永远无法妥协啊。